当初我还有话要跟我说吗？花，红色果实，金色果实。红色果实。爱神将他的献血混合花蜜，再次，重新放一次，它是红色果实。你还有事情吗？好啊，白色的教育意义。哦，我超爱爱心树的。动物交谈，伊索寓言。哦，我不会拼，糟糕，要背拼音哦。A E S O P。色的是开头的，这本书我小时候超爱看，我会看到哭哎，我就觉得这个树实在太感人了。太无私了，只要你尝试就可以做得到。好，我现在可以到处去看看。我想先回去一下。看起来还是一样的。好，去找第三个人。这边的音乐真的是太嗨了，25秒。我又找到了，我怎么那么厉害？我好快哦！等等再玩。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。
有事吗？还少了什么？要得到三个种子。我竟然要得到三个种子。好哦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我抽一个蛋好了。你在这里不快乐吗 ，Mary？ 这样一切就结束了，我们也就不存在了。我根据刚刚给你讲的故事，如果你可以回答的话，我就把种子给你。如果你答错的话，就要给我一片花片作为交换。哇！阿多尼斯爱的人是谁？错咯。失去一片花瓣，他走了。谁跳下来了？那是谁？刚刚那是什么？那是啥？谁跟我说一下那是什么？谁跳下来了？谁啊？不行，我要重新。我要再听一次，我绝对不可以死在这。好，又错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他笑得好可怕哦，他又掉下来了，再一次。为什么我可以错得这么离谱？嘿，好，什么都是错的？嘿，认真吗？都是错的，真的，他没有说过。我只是不想要你离开，种子归你，不要忘记他。好，但是他还是在跳下来，好可怕哦！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？太可怕了！好，赶快来存个档。OK， 下一个。他去哪里了？种子，你就不能待在这里吗？好，给你个挑战。安娜写的《棕色日记》，它是写给谁的呢？错了，重新。如果你没有找到他，下次再来这个梦境的时候，你要找到那个天使。我这样是不是很作弊啊？啊，不会啦，我也是很努力的，一直重新玩。安娜的棕色日记写给谁的？安娜的棕色日记，
果没有找到他的话，就要找到那个天使。安娜的棕色日记。真的。哦，没找到，你躲在哪？不行，再玩一次。我超烦的。可是那这个我也解不开，该怎么办？真的找不到哎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舍弃我的花瓣了。虽然我一开始如此的努力，这不是写给我。好，拜拜。就这样，找到天使。我是快死了吗？上面那个表情，我失去两朵花瓣，我就快死了。再去一次这间，算了。存在吧，我拿到了。不要，不要，它变坏了。好可怕哦！你为什么要突然变坏？大家都要拿走我的。我快死了。我要死掉了，我要快逃。还是我就死了。我直接死了吗？我要掉下来了。Dreaming Mary。哇，这好酷哦，我还可以倒回去哦。这样的命运你还满意吗？不满意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从头吗？好，今天我们要努力冲向真结局。那我去找了，就是网络上有把他那个，就是他那叫什么啊？那个收音机播的那段英文，我有去查到那段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内容，然后大概知道了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。然后
我目前知道的就是呢，这个收音机大概就是在说，他在说一些反话，就是他一开始有说什么，不要去第二扇门，那个人在书中跟现实傻傻分不清楚，然后那外面那条走廊就总共只有三扇门，就是。不要叫我不要找第四道门，但其实是要找的。那我们一开始先不要拿这个花瓣，然后我们要先去多调查几次，找到。我的巧克力要怎么找到啊？听一下，然后这个看一下，然后先不拿，然后我要吃巧克力，什么时候才会有巧克力啊？奇怪的话，奇怪的话，我怎么一开始就卡关？要先哦，先看门上锁了，然后再找巧克力吃，好舒服。然后我就可以使用钥匙出去，然后我就要直接来走到这个门。刚刷出了一个巴黎的声音，进来，有人在喊我进去，然后一样一直调查这个，调查打翻它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赶快跟着鱼往回走，它往左边走，我们也要往左边走。我上一次就是没有及时跟着它，然后我是到后来才发现这边的。我怎么还是过不去？我看他们说可以使用金色的钥匙，不钻。那我刚刚的钥匙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跟我看到的怎么不一样？吃巧克力，得到钥匙，然后我就可以来开门。开了门，然后钥匙还插在门上。这次我们要记得把钥匙拿走，没错，我这次记得拿走钥匙了。然后在这里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他在喊我，Molly，然后就把这个天使鱼打翻。他会带我走，他往左边走着，他又继续往左边走了，我们就跟着天使鱼走，然后我们就会走回原来的房间，调查一下这幅画。我第一次就是太晚才调查这边，而且应该是说我没有拿，就是插在门上的钥匙，所以我会被锁在这。现在我就可以用这个开了，拿走。要一直记得拿走哦！天哪，这里，哇，这里是哪？我可以一直冲，一直冲。这边过不去了。我不是有钥匙吗？这什么？一只野猪，脑袋目不转睛。狐狸皮在沙发上，狐狸就藏在你的眼前。它看上去非常焦虑，只要往右几步，再向下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？兔子，哦，是企鹅。亲爱的葛兰，感谢你至今所有的帮助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一定没有办法走到现在。爱你的安娜，哦，这就是那本棕色的日记，安娜写的，写给葛兰的Glenn，记起来，Glenn。
有一些书，书上没有图案，所以没有兴趣去看。什么啊？《The Normal God of Life》，Death and Rebirth 重生，然后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exist fat alone and more with nothing to say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看不太懂呢。Give her。好不，就这样了吗？还是不能去？好吧，那我们先在这里存个档，总共有16个档，那我就从10这边开始存。哦，刚刚那是怎么回事？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怪哦。好，那我一样先去帮助他们。好哦，那这边中间应该会是一样的解谜，我应该就会跳过。那我先在这里存个档。好。